Many people think that being a cleaner is not the most glamorous job out there because of the sights, smells, and sometimes even potential dangers. To find out more, I'll be working with Michael, an estate cleaner, for a day.通常比较多吗？通常比较多。哦，这个是玻璃水耶。玻璃也是可以这样放，直接放下去咯。这边啊，这样放下去。OK。你有没有在清理的时候割伤过还是受伤？哦，这个是第一次会。因为第一次根本不知道的。 这个一袋一袋这样放，对，你每天早上大概几点就开始来打扫了？讲是讲7点啦，因为我们要扫咖啡的叶子这些，全部都要照顾的。我们就丢了地球哦。这种 plastic 也是啊。 OK， 起来，然后这个要。 要倒，要倒。直接倒，哇！你看蚂蚁。一定有蚂蚁的。好多哦。蚂蚁是没有办法的啦，因为有咖啡什么的嘛。那个，就是说，很像这些椅子啊、furniture 啊这些哦。他们这样丢是对的嘛？这样丢来讲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打电话给当房车，连他。 当好车就会打给我们的supervisor，我们的supervisor就会安排人来跟他清理。所以不是你们清理的啦。对。有点。这个哦，就这样放。哦。反过来啊。OK。这样放，就它不会掉出去。这个也是拿来的。哦，也是这里。对，一样。 是谁丢下来的？那个不用紧，去清啊。这不是你第一次看过啊？我说你这样冷静的。哎呦，我看过好几次了吧。用这个拿。哎呦，那要怎样丢掉这个？来，就这样。就放在里面啊。那你会生气吗？不会生气啦，因为习惯了。有时候拉肚子啊。在那个裤子。然后丢在那个走廊啊。不是很卫生，也是。不，没有，不是，根本是不卫生。不卫生，对。辛苦你了。不会了。真的，不简单。哇，有上下上下很难控制。对呀。这个车。 那安哥，你在这行做了几年了？在这边做了10年了，1个礼拜做工来讲是5天半 ，offline 有时候组屋的朋友，他有东西坏，人修理的话，我就跟他修理。你没有说跟家人出去，还是去？ 跟你老婆，我还没有结婚哦，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女朋友的，我转行长了哦，转到你朋友会困难一点。为什么？你去捡垃圾嘛，整身肮脏嘛，有垃圾味嘛。明白。我们要去几楼？是6楼。OK。 你看他有抽烟啊，很多支，至少有10支了吧？那哥，你通常扫一个 block 啦，大概多久时间？1个小时半。1个小时半，从1楼1楼这样慢慢扫下来。对对对。哇，这边有一个叶子，还有蛆虫。OK。前面有多大便哦？Oh no。 安哥，如果遇到这个，我们要怎么办？
清咯，就这样夹起来啊。对呀、啊，用这个扫把。对呀、啊，要清起来啊。这个是平常都会看到的东西吗？嗯，其实味道，偷偷开始做的时候就会不习惯。所以这样就可以了。啊 ，OK， 它会流。哇，其实这边有很多垃圾耶，推进去啊。嗯。阿哥，你怕蟑螂吧？哦，其实以前是很怕，很怕，现在不会耶。蟑螂有时候会爬，爬在你的身上。嗯，它会飞的啊。现在看见蟑螂就会打死。会打死它。嗯。哦、oh, ，它会上去。你现在也是学习这样了、哦，那困难吗？困难，困难哦，困难。因为我每次看我家里楼下的朋友们，他们推哦，嗯、都是好像很简单哎，但是刚才我去推哦，那个轮子哦，嗯、没有合作的，要靠你的腰力哎。嗯，对呀、啊，它如果你放在斜的地方，它会跑的哦。对，会跑、嗯，那个轮子没有 stopper 的。嗯，那你的身体会不会说很辛苦？因为真的需要很多力。嗯，对呀、啊，需要很多力啊。你有没有说遇过那些对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人？头开始，为什么你要选择这行做呢？他有问啊，很多人也是有叫我再转行，薪水比较高的，我不要，我还是要爱这行、嗯，一天一天的工作不一样的，嗯，连今天不到明天的事嘛，一天就是一天啊。的日子咯啊，一天一天的垃圾咯，那就反正说，今天我们去捡，嗯，看到那些不太清洁的东西的时候，嗯、就是比如说大便啊、嗯、这些，你的感受如何？希望他们能改呀、啊，改进垃圾桶在那边嘛，不是没有垃圾桶嘛，就好像我们 update 自己的。工作哦、嗯嗯，啊，这个垃圾就是这样，要 update 一下。嗯，我听你说一次哦。Even though we pass by our cleaners every day,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m. Today's experience was an eye-opening one because it showed me their hidden struggles. Sometimes even a simple nod or wave is enough to keep them going.